示范的是怎么找字典。丁玲，你先要找一个字，你要找路是不是？啊，路。那找到字典之后，你要先找路，对不对 ？l b p m f d n d l 在哪里？啦，五，路，啦，八，马，路，路，啦，看到没？啦，他那啦，啦，五，四，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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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们要的路在哪里？你有没有看到？路路路路路路。有吗？在哪里？七彩。找到了。在哪里？七。我们要的路是这个路，对不对？是这个路。好，看回来这边哪里有那个路？七百是。七二八。正确，好，七二八怎么找？那往前找。对，七二八在很前面，对不对？在后面了吧？现在到几了？在后面。六。那七在哪里？在后面。在后面，好，在后面。七二八。七二。七这是几了？七三零。好，七二八在哪里？七。七二六。七二八呢？在后面。七二八在。七二八。啊，看到路了没？路了没？看到。好，那你要啊选一个字。路神，路什么？路神，这是什么字？路人，路人，这路痴恩昌称路程，路程，对，路程，对，那还有什么字？路读，路读，路途。那还有呢？哦，还有好多，路不。有别的吗？有啊，那我们来去找找看咯。